现在的科学天天动念头，啊，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，麻烦出来了，出来之后束手无策，多可怜呐！六道里头迷的时间太长了，迷得太深了，啊，一下回不了头啊，得慢慢来，啊，先把最严重的烦恼放下，执着最严重，于事处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跟诸位说六道就没有了，这都是假的啊！《金刚经》上佛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你因为有执着他就现这个相，这梦境呢，执着没有的时候就醒过来了啊，醒过来六道没有了，你再找找不到了。那醒过来是什么？是什么境界呢？是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，这个境界出现了，这个境界还是一个梦境，所以六道梦中之梦啊。啊，四圣怎么来的？四圣分别来的，妄想来的，有妄想有分别就有四圣法界。啊，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是分别，啊，断掉之后就成佛了，佛妄想没断，就是有起心动念啊，就无名烦恼没断。他如果对事处事法不起心不动念了，真的醒过来了，事法也没有了。所以跟你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这一醒过来之后就出离事法界了啊，那个境界是，那境界叫一真法界。真是什么呢？真是永恒不变。啊，你看我们这个世界，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啊，矿物是山河大地，包括星球，它有成住坏空。刹那刹那，它都在变呐、啊，无常啊。啊，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，那个里面的人，他们个个都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所以那个世界没有变化。啊，你生到那个世界，化身不是太身。啊，个个都是金刚不坏身。啊，你那个身相不会衰老，不会生病。啊，身上干净，也用不着洗洗刷刷，用不着了。啊，化身。啊，这个树木花草，啊，永远是春天的样子，不会变。啊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，所以叫一真。在这个境界里面修什么呢？要把无始无明的习气断掉啊！习气怎么断法呢？没有法子，不理他就完了啊！自自然然断掉啊！这个习气，古人的比喻用酒瓶啊，这个方法很好，酒瓶陈酒的，把酒倒得干干净净，擦得干干净净，确实一滴都没有了，闻闻还有味道，那叫习气，那没有法子把它除掉的，啊，只好瓶盖打开放在那个地方，放个一年半年去闻闻没有了，啊，所以那个人在那里修行叫无功用道，他根本就不理会了，随他去吧。
啊，可是在那个里面呢，那些法身菩萨神通广大啊，十方世界众生有感，他立刻就有应啊，他就去干这些事情啊，有感就有应，那个感应快速的不得了，那是还原观上讲的啊，一念才动，周边法界啊，无论你动什么念头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，聊读了这一部论之后啊，自己要晓得，你起个善念，变法界虚空界里面，心地清净的人都收到了，这个信息全收到了，就像我们在电视屏幕上一样。啊，你的活动他全看到了，你能瞒得了人吗？你起个恶念也全知道了，丝毫隐瞒都没有啊！不要以为人不知道啊，全知道啊！你只能隐瞒那些迷惑颠倒的众生，他不知道啊，觉悟的人一个都瞒不住啊。这都是事实真相啊！一个念头，周边法界；一个念头，出生无尽，那就是它变幻无穷，含容空有啊！大乘教里常讲“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”的真啊，一个念头是这样。一粒微尘也是这样的，无论是物质或者精神现象，全是这样的。而且物质跟精神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这诸位啊，要是学了阿赖耶的三细相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是大乘佛教里头为我们解释宇宙的缘起。哎，宇宙从哪来的？万物从哪里来的？啊，生命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解释得太清楚了。啊，他为什么会这么清楚？是那些人觉悟自己真的的境界。啊，不是科学在那里研究观察，在那里推想，不是啊。他亲见的啊，他回归自信的，对于自信里头啊，性相、离世、因果，就全明白了啊。今天这个地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地球温度为什么会上升？为什么南北极的冰会化掉？为什么到处有这么多地震？佛经讲的清清楚楚啊，如何解决这问题也有。只要你相信，地球可以立刻恢复正常。不但地球管用，整个宇宙当中这个星系、星球、太空运行啊，它有正常的轨道，不至于错乱。我们都能做到啊！这科学家没法子的啊！为什么会做到？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太阳系是心想生的，银河系是心想生的啊！只要你没有错误的观念，它就正常。哎，你要想怎么样去改造它的话，那就变成异常。啊，科学家搞的是异常。啊，要人定胜天。啊，要改造这个自然环境，问题出来了。
为什么会这个现象？因为它是你心想生的。你现在有个不正常的现象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不正常。怎么回事情啊？那从前为什么那么正常？没人想到要改变自然环境，没人有这个念头。所以地球很正常啊。现在的科学天天动念头，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，麻烦出来了。出来之后束手无策，多可怜呐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